狗狗和金钱只能选择一个。我选金钱。这不是废话吗？我肯定选狗狗呀。选狗狗？开什么玩笑？狗狗值几个钱啊？有了钱想买几只狗狗买几只，给你买个动物园。说什么胡话，狗狗怎么可以和钱比？我们和狗狗在一起玩是为了开心快乐，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，你知道些什么？新买来的狗养着养着不一样，也有感情嘛。那也不能忘了以前的狗狗，它是我们的朋友，不是宠物。宠物就是宠物，有了钱我想多少都可以。哼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走我的阳关道，你走你的独木桥，我就选金钱。这是你的钱？哇塞，这么多钻石还有黄金闪闪发光，全是我的了。哼，谁让半拉姐姐不相信我，这些钻石黄金我一个都不会给她。选就选，狗狗我来啦。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，这是你的装备。什么啊，机枪、子弹、冲锋枪，我要这些东西干嘛？不是呀，我要我的狗狗。哎，这里好像还有一个隐藏的房间。恭喜你找到本地图神器。神器？神器新年烟花？不是吧，我要烟花干什么呀？我不要这些东西，我都不要，我要我的狗狗。嘿嘿，有了这些黄金钻石，我可以买光班拉姐姐喜欢的狗狗。哈哈，我还可以成为精神，太棒了。班拉姐姐你可不要太羡慕我哟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哼哼哼哼。嗯，我怎么变小了？